Particle move along a straight line pass through a fixed point O， 它的 v 是这一个，然后它 stop at r， OK， 就 stop 的时候呢是它的 velocity 等于零 ，acceleration at r， so 我在这边的时候，我的十加三 t 减 t square 等于零 ，so t square 加减三 t 减十等于零，我把这些全部搬过来这边 ，t square 减三 t 减十，然后我再来在这边等于零 ，t t 二五十，然后减五加二 ，t 等于减二，然后 t 等于五，然后这个 rejected， 然后它的 acceleration。So 我们的 v 是那个减 t square 加三 t 加十，我的 a 会是等于 dv dt， differentiate 它，所以它是减二 t 加三。So t 等于五的时候 ，a 等于减二五加三，减十加三减七 meter per second square。OK 好，然后 maximum velocity 的时候呢，就它的 a 会是等于零，所以我的减二 t 加三等于零的时候，我的二 t 等于三 ，t 等于三百二，也就是一点五啊。So 我的 v 呢会是等于减一点五 square 加三乘一点五加十 ，OK， so 它是减 alpha x square 加三 alpha x 加十。CLC， 然后我放 1.5， 然后我拿到的是这一个 12.25， 所以等于 12.25 meter per second， so 12.25 total distance traveled in the first 9 second， in the first 9 second， 我的 v 等于零的时候，我的 v 等于零的时候，这个是 v 等于零的时候 ，t 等于五，所以在 t 等于五的时候它有转头。OK， 所以我们要知道 t 等于5有转头，然后 t 等于9，然后它 t 等于零的时候，它是 pass through fixed point 嘛 ，t 等于零的时候，我的 s 等于零，所以我的这一个 s 呢会是等于 integrate v dt，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那个 integrate 减 t square 加三 t 加十 ，OK， 然后 dt，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。减 t power 三倍三，加三 t square 倍二，加十 t， 然后加 c， 所以我的这一边它 t 等于零的时候 ，s 等于零 ，imply c 等于零，所以我的 s 呢会是等于那个减 t power 三倍三，加三 t square 倍二，加十 t， 所以我 t 等于五的时候。我的 s 等于减五 power 三倍三加三五 square 倍二加十乘五，然后这一个 equation 是这样啊 ，negative alpha x power 三 over 三，然后加三 alpha x square 倍二加十。alpha x， OK， CLC， 然后我放五进去，我拿到的是275/6，等于275/6，然后我 t 等于九的时候，我的 s 等于 CLC 放九进去，我拿到的是减63/2，减63/2 ，OK， 好，然后它是减。五 power 三倍三加三，九 power 二倍二加十乘九，所以它的这一个呢，它是这样的。然后它 t 零去到275/6，再回到减63/2，所以它的那个东西是从这边来到这边，然后过后又从这边回到这边。所以它的 total distance travel 呢，它这一个是275/6，275/6，这个是63/2。
这边是63/2，这边是275/6，所以它的 total distance traveled，所以它的 total distance 会是等于275/6加275/6再加63/2，所以在这一边它会变成了275/6乘二加63/2，然后他拿到的是739/6，739/6，OK，等于123，然后739/6啊，对，好，so 第二种方法呢，是我们知道它是零到五的时候，它这一个东西它是减的，所以它这个东西它的 graph 呢其实是这样，这样，OK，它 graph 应该是是减二跟五这样啊，所以它在这一边是这一边跟这一边之间，OK，所以它的这个呢，我们的这个呢，它的那个 distance 呢，会是等于 integrate 零到五 VDT 再加 integrate 五到九 VDT 的 modulus，都在这一边的话呢，它的这一个是什么？我们这边 integrate 减 alpha x square 加三 alpha x 加十，然后零到五，我拿到的是那个275/6，OK，然后再加那个 modulus，他要的是那个 modulus 的这一个，这一个。然后再加那个 modulus 这一个东西，五到九，所以这边是 modulus 这一个，所以我就有275/6加232/3，然后拿到的是739/6，等于739/6。OK，这个是第二种方法。OK，是用这一个 integration 的方法。OK，然后他拿到的答案是一样。